三藏菩提，何方有名？三藏三藏方便传佛语，各位善信大德，大家好，我是金元宫观音院的主任医员李志武。最近金山疫情新冠疫情疫情影响，造成各界政治、经济、民生等重大不安。有真侪人受到痛苦，惊吓到昏。宗教观念以救赎众生苦难、安定人心，向你众生弘扬佛之旨。今天代表菩提夫、安乐家、永远庙众生时，全体共同向众生来祈求祝福。本单位也会全力配合政府的相关法律规定来进行。提醒大家，即卖勤洗手、量体温、戴口罩，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互咱会当避免病毒的侵染。在此，医院透过上紧预防、现场加持配合，希望大家在平安健康、身心安全、一切顺心如意。感谢大家。